无论任何时候，无论住在边度，你或我都想我哋生活嘅地方有更好嘅发展。9月4号立法会选举，每位选民在地方选区功能界别各有一票，投票选出你的代表。查询电话2891-1001。你哋好啊，我是香港小童群益会 BBC 小组的，而家想访问你关于对立法会的意见。我哋接唔接？你哋接唔接受访问？我哋唔知道啊。吓，搞笑死人啊！乜嘢系嚟？乜嘢嚟噶？唔系，咁你哋会揀边一位议员去做呢个立法会议员？唔系，全部，你拣边个啊？系咪可以拣几个噶？拣一个。你拣一个。我拣你，我拣一个，你拣一个啊？咁我就想拣呢、這个。我就拣呢、這个。好，咁问个，咁问我弟弟先啊，弟弟点？弟弟你咪拣边个啊？呢、這个。呢、這个点解你拣呢个嘅？因为佢靓噶嘛。唔系，你想你拣咗佢之后，你想佢会做啲咩出嚟啊？制造多啲铁路。哦。我想佢。或者起多啲高铁，起多啲道路，增加啲增加好多条路嘅巴士，增加啲转的。我除咗呢样之外，你仲有冇啲咩期望？冇，咁我问你啦，阿小妹妹，咁你对于咪你希望呢位你拣咗阿林依黎系嘛？你希望呢位议员会做啲乜嘢？对社会有贡献呢？我想佢嗰啲以前嗰啲电车有多啲冷气嘅冷气电车，系啊，仲有多啲嗰啲的士系大架啲，同埋佢可以有嗰啲好大架嗰啲。又唔使我讲得咁严重吧？你觉得？即是电车是没有冷气的，是吗？是。好，咁同埋我想佢增加多啲楼俾好嗰啲好穷嘅人。今次嘅访问完结，多谢你哋接受访问。你好啊，我系香港小童群益会入边嘅 BBC 个 club 嘅，咁我今日就想揾你嚟做一个关于立法会选举嘅一个访问，请问你愿唔愿意接受呢个访问呢？哦 ，OK 啊，冇问题啊。好啦，你会你会选九龙西嘅边一位立法会议员当选呢？系有啲咩议员嘅？虽然我是住 E 区嘅，但我系冇乜留意呢度嘅新闻嘅。咁你求其拣一个啦，即系你觉得满意嘅都 OK。系，如果俾我拣嘅话，我应该系拣游慧晶嘅。好啊。咁样你拣佢有咩原因呢？哦，因为喺呢度咁多个候选人之中，睇嚟最年轻嘅系佢，咁样佢会有好多新思维可以带落去呢个议会入边嘅。咁最后一条啦，咁我就想问下你，如果阿游慧晶呢位立法会议员当选咗之后，你会对佢有啲咩期望呢？为个社区做多啲嘢啦，例如争取我哋要得到嘅民主啦，嗰啲啦，系啦，好。啊，好啦，咁访问就完噶啦，多谢你接受呢个访问。先生，我系香港小童群益会 BBC 嘅小组，我系关于立法会问题想邀请你邀请你访问你嘅，请问你接受？好，你会拣边位议员呢？喺咁多喺表之中。我揀蔣麗雲啦。咁你希望呢位議員做啲乜嘢對社會有貢獻呢？做啲咩社會貢獻？希望喺立法會開會嘅時候講多啲政策嗰啲咯，係咯。做多啲好笑嘢俾大家聽下啦，係啦。你對呢位議員有乜嘢期望呢？冇
期望佢呢一年繼續喺立法會講啲政策都一樣俾人哋恥笑啦，係啦，等大家睇到多啲好笑嘢啦，係啦。我哋訪問都，我哋問題都問完啦，多謝你嘅，多謝你接受我哋訪問。群益會 BBC 嘅小組，我係關於立法會問題想訪問你，請問你接受我哋嘅訪問咧？OK OK。好，咁你會選邊一位立法會議員咧？啊？你會選邊位議員咧？毛孟靜。你希望呢位議員對咩貢咩對社會貢獻咧？做得嘢啊，覺得 OK 啊。好。同埋以前睇無線咧，一路都睇到喺無線新聞一路睇到加蘇提，都幾 OK， 幾好啊。你對呢位議員有乜嘢期望咧？期望唔係好大嘅啦，喺而家咁嘅環境裏面，慢慢做啊，又唔激動，啊，又低調，希望去為香港未來做更加好嘅嘢。我哋問一問，我係香港消防處BBC 嘅報導。有關立法會選舉嘅訪問，我想問你接受我哋嘅訪問？接受。好。你會選邊位議員咧？喺表裏面。我林毓民。黃毓民。你希望呢位議員做啲乜嘢對社會有貢獻咧？你話齋，我希望佢做啲有益社會嘅事咯。好多事好做噶，系咪？好，我哋问题问完啦，多谢你接受我哋。游慧晶，蒋丽云，毛孟静，蒋正正，林毓民。